留在场上的武举已经寥寥无几，只要杨叔打败这个罗超然，便能进入决赛回合。可是进入决赛回合的只有两个名额，那个长胜已经拿了一个。戴光，这场你可一定要赢啊！会赢回来的。
高三眼睛怎么一花呀？你被人踢了一脚，眼睛能不花吗？杨叔，没事吧？没事。